巴西喜乐学堂 iBusiness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访问到谁呢？嗨 ，Star， 来，我们见面饭一下。对啊，好久不见。对啊，一年一度一相逢。对，打个招呼一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科学园区里面的配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志达。洋名叫做 Star 就是闪亮亮哦 ，Star， 对啊，哎 ，Star， 听说你最近拿了什么一个台湾的第一名，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很久台湾已经没有当第一名了哈。好，我讲的就是在七年前哈，我想说上帝感动我，听到一个教会关掉部落，所以我就很感动，也很难过，就是想说，哎，我就去了解部落的人口。哎，你是哪一个族啊？我是屏东客家人，屏东客家人。我今天的打扮是泰雅族，因为我在新竹哈有两个乡，是泰雅族，一个是五峰乡，一个尖石乡。是，对。所以听到一个部落的教堂关掉了，我就很难过。然后去了解一下情况，才知道说哦，原来原住民年轻人八九成都在平地城市做工。那山上缺乏人气财气，就不旺了。对，所以我就想到那这样不好，那夫妻分两地也很容易家庭出问题，子女如果爸爸没有照顾没有盯的话，隔代教养各方面也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想终究要在部落里面有好的经济活动，让他们能够多一下选择，能够留在部落里面发展部落经济，是，所以根据这个理念跟感动，我就祷告完之后，耶利米书33:3的经文就出来了，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必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一祷告我就感觉上帝叫我用有神的应许，对，用菇类的产业，对，来帮他们改善经济，因为菇本身是不需要阳光的，会微量阳光就可以，在斜坡树林下就很凑巧，就是可以这样子顺着那个斜坡，所以是不需要钢筋水泥，就可以，比如说，就是它完全有它天然的环境，两棵树哈，对，六根竹子架上去就变成三层菇场就出来了，哇，所以这个就很快的，我是工程师嘛，所以很容易设计这种东西，就开始这个事业。初衷就是要帮他们创业就业，那我们就在梅花部落，开始做了，总共加起来就七年，这七年一开始就是总共换了三批人马，然后最后很辛苦，每年都亏钱，每年都失败，每年都亏到欲哭无泪，但是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真的神都会让我看到亮光，看见希望，所以我不是很有信心的，是小信的人，但是神都会这个狗头前面挂一块肉，让你一直往前冲冲冲，这是叫盼望啊。对，然后一直到了今年的二月哈，最后一批人马离开的时候，真的从外。真的我要亲自上阵了，就变成老帅，那时候61岁，我就下定决心自己来了，然后善了一个做事很认真的司马库斯一个姐妹叫老旺当领班，我们两个就合作，对，从那个时候参加了一个7个部落的联合祷告会，那个时候的牧师石磊部落的牧师叫以绍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不断地讲新酒装在新皮袋，新酒装在新皮袋，就感觉神在跟我讲话，是要应许会有新的团队，果然2-3个月后陆陆续续新的团队，所以这个教会呢后来有保存吗？这个教会是非常有名的教会，那个是纳罗教会，那个部落，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协助，不是他留下来了吗？那个关掉的教会，关掉的教会，那个不是这些教会，不是这些教会，那是
后来才知道我听错了，那个教会不是关掉，可能是整修。哦，所以神有的时候用这种我的迷惑，然后来感动我，做这个产业。哦，明白。对，后来我还跟我太太，我认真在听哦。我还跟我太太去这教会行走祷告照相。对。所以说，后来陆陆续续两三个月之后，全新的人马果然就就位了。然后从今年的四月开始，我们这个之前将近两年产值几乎是零，这个一包太空包哈，这一包农事所统计可以长出250公克，我们常常长出来哈，连5公克、10公克都没有，有时候一颗菇都没长，这个真的惨兮兮到用惨败可以收场来形容。是因为环境不对吗？因为环境也不对，用人不对，那是更重要啊。那个人马不对更重要，更重要的失败原因。对对，用对人了以后，好，那气候我们也了解了做法以后，而且我每个礼拜我2天上山一次，有时候每天上山。那从四月到这个月，每一个月我们公司种出来的菇的产值、产量。全台湾第一名，所以从最后一名突然变成台湾第一名，我想这只能够说是感谢主，真的是神迹，对，真的是神迹。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才开始反省很多，开始了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这菇突然长了很多了，对，种了很多了，然后我们辅导的赞助的加盟部落，现在也已经7、8个。而且是快速的增加，所以每一个跟我们加盟种菇成功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讲，哇，种菇也可以加盟啊，对，因为他们的太空包去外面买一包40块，对，我们买20出头，因为我们量大嘛，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还半价卖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赚钱，对，是，那这种情况之下，希望他们尽快的赚到钱，能够继续的投资，然后投资赚钱之后，这个部落的其他的家庭要做的就来跟他学，他就变成一个蒲公英的概念，对，飘散到这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这一两家人为主，在辅导附近的其他的部落的，就是一个复制哈，对 对, 对，那这跟57代的奇迹有什么关联？这个这样，有一次。我跟我们社区的最会做团购的小姐讲说，哎，你要不要卖我们的高山香菇，很香的。她说好啊，我就下午就po了照片给她，山上部落很香的，看起来就很漂亮。对对对，她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看，哎，57袋订单，那刚好那两三天那个山上的那个。有一个领班小姐跟我讲说，那个马路要重铺了，乡公所要重铺，叫我那2天不要上山。我想我难得拿到订单啊，不上山，第一个订单就交不出货，那可惜嘛。对。但是，我那早上6点，但是我如果上山的话，我要他们晨更祷告。而且我儿子送我一本厚厚的基督教神学的书。我答应一天读10页。半年之内要读完3本神学理论的书，但是才答应，那是我父亲节礼物，就答应还不到1个月，对，就已经落后50、60页了，所以我要想我是不是要读那本书，还要晨更祷告，如果这样一下去就会1个多小时，可能山上就封了，对，也来不及，对，不上山又不行，要读完读经祷告，读完那个书再上山，可能就封路了。对，那犹豫之间，左右为难，有一个灵感，我就把那一本基督教神学跟我厚厚的圣经这2本书就拿到我车上，就直接开车上山了。然后差不多7点，那个领班看到我说：“宋先生，明天封路哦。”对，那天没有封路，那我就非常高兴，就坐下来读经祷告。然后。一读经就一只蚊子来咬我，我一打下去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赶走我的搅扰。”哎，真的，后面1个半小时一只蚊子都没来。哦，真的，我就那么很幸福了，看着整个美丽的山谷，凉风徐徐这样吹着，很舒服的。然后他读经祷告了，1个半小时。结束之后，刚好
那个姐妹就踩着四兰菇，我就再下山了。嗯嗯嗯。到了公司，我们公司在工研院哈，十九年哈，也16年半没有人离职哈。嗯嗯嗯。我就交给他们削菇，我说今天的菇很漂亮，每一颗我们都要卖。嗯嗯。好，我就开始做配景科技，我们的 IC 事业的工作啊，转账啊，看保密守则啊，合约啦、啊，报价啦、啊，弄完2个小时后，那个小姐跟我报告说啊。Star 刚刚好57袋，哇，一包没多，一颗没多，一颗都没多，一颗都没少，哇，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因为很多人，我在外面讲到，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嗯、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旨意？好，这个问题我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差不多，如果你碰到很凑巧的事情、嗯、凑巧的数字，有的时候是神在彰显他的旨意。对，所以那一天57袋刚刚好，一颗没多，一颗没少，我就把它定为神那天早上喜悦我做的决定，嗯、我做的事情、嗯，就是把那个书拿到山上去读，嗯、包括蚊子帮我赶走，嗯，这是神喜悦我做的事，嗯，所以我以后要常常做神喜悦的事。阿们，感谢主。那这个后面就有连续剧、哦嗯、是，又过了2天，是。清大的百人会的一个大老板、嗯、我是清大百人会的小老板、嗯、邀我去出海钓鱼。2年前他邀我去钓的时候，我钓钓钓钓钓了整个晚上6、7个小时、嗯、全船都钓到鱼，只有我没钓到、嗯哦、真的很沮丧的时候，看着茫茫大海，好像圣经里的故事有关耶稣在跟海的故事突然浮现我脑袋、嗯、就是主耶稣斥责风浪，主耶稣行走在海上、嗯、主耶稣把那个小心的彼得从海里面捞起来救出来、嗯、我这些故事在我脑袋浮现的时候，我就突然跟上帝祷告，主啊让我钓到鱼，主啊让我钓到鱼。面子问题。结果我的鱼竿一放下去、嗯、一捞起来2只，哇，从此我就放下去10几、20秒、30秒捞起来一定有鱼，哇，就一直钓钓钓钓钓到全船第一名。所以这就是神给你的灵感，祷告，祷告，祷告，跟他求、嗯，跟他求。所以从最后一名变成第一名。嗯，哇！啊，那天晚上就2个月前那一次出海钓鱼的时候，历史又重演，钓了7个小时，只钓到5只，嗯，白带鱼，钓得累得要命了。我一直讲风凉话，王董在我左边，他更糟，他钓3只，嗯，他是每个礼拜出海钓鱼的更厉害的人。对，對，结果。我就一直跟他讲风凉话，邓来捆呐、啊，给他手气不好，邓来捆呐、啊。当然没有人会听我的。对。后来我就突然决定，我不要钓，休息，我椅子坐着，我就开始写57袋那个香菇的见证。哦、对。写完见证寄出去之后，就半个小时，我鱼竿放下去，一捞起来，30秒一只，30秒一只。哇！我就祷告说：“主啊，让我钓到10只。”好。就拼命40几分钟，45分钟左右，就一直钓，一直钓，每一次都有。嗯，总共钓了30-40只。嗯、哦，钓到后来鱼竿，那个绳子断了。嗯嗯，绳子断也不要抱怨，神要叫我休息，所以我就坐下来读经祷告。所以你又变第一名了。啊，不是，读经祷告完，刚好祷告到历代之下，所罗门王求智慧、嗯、过来再建圣殿、嗯，就是按部就班。对，选对重要的、正确的 leader， 嗯，神就会荣耀他自己的意思，叫我不要急，做事就这样。嗯、感谢。所以那件事情，祷告完之后，大概读经祷告完之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哎，那王董突然拿绳子绑新的给我，嗯哼哼，我想，哎，他怎么都我的绳子断，他不帮我绑，哦，那我看我读经祷告完，祷告完了好像够了，休息够了，帮我绑，所以他是我的天使，就。绳子一丢下去，20秒不到，我的那个钓鱼竿吼被那条鱼拉到弯了，全船惊叫。哇，到底是因为每一个都是专家，他都知道什么鱼。啊、对，钓起来，然后，就是日本人最爱吃的沙西米了。哦，很大只吗？很大只，10公斤以上吗？3-4公斤了、哦，3-4公斤。结果我左边那个王董啊，对，我钓完之后，他大概3-5分钟之内连钓2只。
大只红钢，那个就是十斤的、哦、哇，他钓完之后，全船都钓到金鲛，每一个人的金鲛都钓到大只的红钢。嗯嗯嗯。啊，回港的路上啊，船上全部人都在讲，哇，这辈子没钓到那么多那么大只，一直赞美，嗯 嗯, 嗯，一直感激哦，钓、嗯嗯、那么多。对。只有我知道原因。对。因为有一个人在船上做神喜悦的事。写见证，写见证，读经祷告，嗯，我就福杯满溢，归家准了菩萨呢，哈，阿门。所以从十大的那个见证里面，我们去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会去想到说，哎，如果我钓鱼钓不到鱼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哈，祷告，祷告，翻开圣经，祷告，翻开圣经，读经祷告，做神喜悦的事情，亮光就来了，哈，就满载而归了。哎，那天也见证了圣经的故事，主要是复活之后。叫门徒到加利利海边、嗯嗯、彼得他们重操旧业、嗯、打鱼一整个晚上都没抓到鱼、嗯嗯、耶稣来的时候你往左边撒网结果一捞起来网都差一点破捞到153条哇所以那天凌晨我们见证的圣经的故事真实阿们哇感谢主对那再来聊聊你的循环经济好、嗯、我们这个过去的前面的7年、哦嗯总共净亏了4000万。我刚听说了一栋豪宅的概念。那个雾峰的农事所的主任第一次得拜来熊科哈，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讲，没有4000万不要种菇。嗯，好，再讲一遍，没有4000万不要种菇。刚好被他乌鸦嘴讲中，刚好4000万。感谢主，圣经里面有那个创世纪有讲7年的荒年，那个母牛干啪啪的，那个穗子没有谷哈那些。那7年过后。开始要7年的丰年、嗯，但是希望大家帮我祷告，不要只有7年最好是有70个7年丰年、嗯、那以前我们做成功这些菇之后，开始部落结盟，我们高价跟他们买，嗯、他们那些结盟部落，他们1公斤如果卖给大盘商、嗯，差不多1公斤100块，但是我们1公斤跟他们150买回，嗯、哼哼那歪头歪脑的那个就。80块买回，开散的也是。那些比较丑的，就是烘干做香菇贡丸，像做这种贡丸，对。那我们最近也研发出马告杏鲍菇贡丸，超级好吃的。你可以解释一下马告吗？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马告。马告就是深山部落很香的香料，马告这种香料曾经造就了台湾将近差不多有10个国际烹饪大赛。冠军，它是类似胡椒嘛？对，很像胡椒，也有人称那个叫山胡椒。嗯嗯嗯。所以我们做了马告杏鲍菇贡丸，对，也做了马告杏鲍菇的香肠，是。好，香菇的高山香菇的肉燥，嗯哼哼包括香菇贡丸，对，这些食品的加工才是我们真正的赚钱，来补贴农业方面的亏损。嗯嗯嗯。所以过去的前7年。都种不好嘛，就不要想那么多，嗯、把种菇种成功。所以4月份终于种成功了，种了第一名。我3个礼拜前终于开始做循环经济开始。是，我们种菇种完的木屑，太空包木屑，因为长完菌嘛，其实蛮香的。对，那个就是喂猪、喂鸡、喂鸭的很好的补充饲料，而且菌类吃到肚子里面，那个对多糖体对它的免疫性提升，所以猪啊、鸡啊，它们。体质会比较好，喂的养出的鸡啊，也会叫巴西蘑菇鸡来卖，生的蛋、下的蛋叫巴西蘑菇蛋啊，都可以多卖3倍就对了。我记得这个在我们的就是刚开始开播的时候，你有聊过这个部分，现在是不是更成熟了一点？对，我们这些禽畜粪再加上木屑，再加上土壤混合之后，开始种3度空间的种植，譬如我们的，我刚刚做完一个。6袋哈，就是我们的贡丸袋子是装50斤的，是那贡丸袋这么大，扔掉也可惜。对，我们就把那禽畜粪，对，跟木屑跟土混合，对，放进去之后，这里戳很多洞，然后把地瓜叶插进去，上面插进去，这半年后破掉，里面就满满的地瓜。哇！啊，这地瓜叶也可以吃啊，破掉以后里面都是地瓜，半年后就会长出满满的地瓜。这个就是立体的栽种方法。以前都是2度空间嘛，是、种在地上。对。哦，我们就用塑胶袋。这是像麻布袋一样的那个贡丸的袋子，废物再利用，把木屑
就是说弄起来变成深度空间种植。如果你们看一下那个照片，这种种植方法跟平面的，如果说你种到差不多一米宽的高的话，那差不多就是平面的两倍、2.5倍的产量。是，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也包括我也常常跟部落的耆老们讲说，山上种一些比较高产值的瓜藤类，比如说百香果，对，比如说印加果。他们爬藤爬上去遮阴，对，那下面就盖菇寮，所以上面瓜藤类的产物，下面菇类产物，甚至于菇场里面你还挖个水，挖个水沟养锅鱼，那个水也是帮助菇寮是有蛮好的湿气，湿度很重要，所以这个人家就知道都有听过鱼菜共生嘛，对，那我们就真正实践在这种做法。所以这就是循环经济。对，就是花，就是瓜藤类，或者就是种菇，那下面再养鱼，这整套的循环经济，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再利用。那现在目前台湾除了你有在做以外，还有其他的部落有这样的技术吗？还是这个技术就是你的专属？这个不算，必须要加盟才可以。对，这个没有特殊技术了，这个来看一下，大家都会了。你们在电视上看也知道怎么做了。是是，我30多年来有刚好30个美国 IC 设计专利。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发明，用竹子，6根竹子就盖成3层菇场，在树林下就可以种菇。我觉得我这个发明，比我那30个美国 IC 设计专利还更重要。更有意义，而且更环保，对，更环保，然后循环经济，产值跟产量都是大大提升。不管种菇，后面的种金环贝，这个也可以种马铃薯，甚至于这个也可以种很多其他的菜类或是豆类都可以的地。所以说这个循环经济可以让部落里面，不用制造垃圾，而且这不断的循环，最后再不用以后重新种小树苗。我感觉刚在跟你的对谈当中，我觉得你在做这些农作物的时候，我感觉神都一直与你同在耶。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无聊的时候，或当你觉得怎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秘诀，你要不要再重复一次你刚刚所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我想说，真的是做神喜悦，做神喜悦的事，我们做圣经还要带在身边。对，我们做事情就为了荣神益人来做，而且神就会神必供应，他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团队，时间到了，该来的就帮我们做成功这些事业。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所以做神喜悦的事，我们做事都是为了荣神益人，是这样的做，神更容易祝福我们。所以说这个事业到循环经济开始执行循环经济，所以未来这几年我们把很重要的高产值，像那地瓜，我们叫番薯，这个是非常好卖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那是好东西，很健康，对，养生。那地瓜、马铃薯或未来的各种菜头，什么东西都可以用类似这种种法，甚至于种高山的生姜，都是可以用这种种法来栽植，就不需要挖地，因为挖地本身就很多虫嘛，病虫害。那你如果一个塑胶袋铺上去，按你的袋子放在上面，这是隔远了很多，很多病虫害跟。那史大，我请问你哦，如果说我们认识一些就是农作的一些农人，就是他还在用那种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农作的方式哦，你愿不愿意去辅导这样的人？我当然愿意啊，这个影片泼出去，对，农民就可以一看到就可以把2度空间立刻改为3度空间的种法。对，我觉得虽然我不懂得农作，但是在跟你的对谈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农人，我觉得你的技术会非常的吸引我，而且我看到百倍的丰收。对。我付出的时间跟所有的成本，maybe 它只是10%，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是倍增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哦。对啊，比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农作，相对来讲，我觉得你是赢家啊。我们好几个同事跟我讲过要去申请专利，我说这是上帝给的智慧，不是我的，而且我不要申请专利，希望大家来复制，大家来学习。哇，所以你看从师大的这种胸襟看到的真的就是神的爱哦。只有神的爱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才会是成为神的荣耀哦。我们也开始
努力的加速开发食品、嗯哦、比如说菇类，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看到那个杏鲍菇、我们摄影师香肠，摄影机来带一下，前面的这个是我们的马告的杏鲍菇贡丸，马告的杏鲍菇贡丸，然后这个是马告杏鲍菇香肠，哇，我们的品牌就是圆菇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这个 logo 还蛮漂亮的、我们有三个公司嘛，有一个乐果子文创设计 logo， 设计到大家看到这 一颗菇有没有，对，山路河流月亮什么都有、这个菇这个有那个注册商标通过，是是是，所以我们品牌叫圆菇香，圆菇香，原住民的菇很香哦，也是为了菇很香吃饭，对对啊，太好了，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的制作就很简单、我们如果我们销售都是用冷冻包嘛哈、那我们拿回去我们用气炸锅，我们需要再解冻吗？对，也可以不需要解冻就可以。我们从农作进入到现在是美食时间，对、啊、对，所以它其实都是用气炸锅哈。对，那气炸锅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不需要用油，对对，不需要用油去炸，所以它其实就蛮健康的，而且就是简单方便，对，也不会油烟，按照它原来的这个油脂去吸收它的一个进入到它食物的原味，其实它吃的是更原来的味道，它完全都不会流失，不会走味哦。对啊，那史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这个叫自作自受，对，因为自己做自己享受，因为我叫你试了，我自己才能试。对，我也是特别想要吃这个香肠、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自作自受、自己享受。哎，自作自受，自己享受。对，这个是马告的香肠。马告的香肠，其实马告我刚刚还没讲完，马告其实就是香料，就是类似我们的胡椒，对吗？比胡椒香很多，比胡椒香很多。但是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本来我差点说我们平民的人、平地的人说的胡椒，但是这个是高山的胡椒，是更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吗？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哈、你快点咬一口吧。真的非常好吃。观众朋友看到我们在吃这个，应该觉得有没有想要食指大动？来，我们透过十家电视台可以来买到我们的那个马告杏鲍菇的香肠，还有马告的杏鲍菇的贡丸，对吗？我们也是常年的赞助者哈。你赞助哪一些？不是，就你们电台啊。哦，对对对对。我们这电台我是赞助者。对，那个很开心哦，史大还记得哦。因为我们所有的来宾呢，其实巴西协和学堂 iBusiness 我们专访的对象呢都是以我们的企业为主哦。今天的 Star 他带来的其实跟之前我们多了一个香肠，之前还没有香肠，也没有马告贡丸，也没有马告杏鲍菇贡丸，但是之前那个是什么丸？香菇贡丸。哦，香菇贡丸没有加上马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产品全部都加了马告哦，都有马告了。透过十家电视台来购买我们所有的马告的这些产品呢，其实它的价钱都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消费的消费的价钱哦。但是 Star 呢，你们买的越多 ，Star 就奉献的越多哦。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摆上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哦。对，那 Star 呢也是我们长期十家电视台的一个 sponsor 哦，真正的一个 sponsor。我记得你是我的第一位来宾，我真也是啊，我也是第一集就来了。对，你真的是我的第一位来宾，也是第一天就开始奉献。是是是，对，好像我们第一次就达成了一个，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哦。你还记得吗？再讲一遍哦。那一次呢，就是我跟 Nancy 姐妹，我们到停车场，到桃园的摄影棚那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聊。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主持这个节目，我们应该有一个蒙神喜悦的事情哦，就顺着你的说哈、就是那时候我们还不太懂明白什么叫蒙神喜悦的事情。然后我就在车上就跟 Nancy 说，我说我有一个感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呢，我们只要在节目中，因为十家电视台，我们贩售的任何产品的总额，我们来奉献20%给十家电视台哈、我不会只有20%。对，我知道，对，我就这样跟他讲。对，结果呢，讲完没多久呢，我车子才刚停到那个桃园摄影棚的那个停车场，我常停的那个停车场就接到了你的电话。好就是买的那时候买了几百份的那个伴手礼，所以我的第一份的奉献给十家的那个20%的那个奉献，就是因为你哦，对，感谢主、所以这个其实我没有讲，你可能也忘记了，我应该顺便再抽5%才对。没有问题，等一下咖啡让你带回家。好，谢谢。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的有意义，也带给我们基督徒的企业
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哦。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专访节目当中，其实我很喜欢就是邀请来宾呢，直接把你们的产品直接摆上，最容易的就是让我们的来宾知道我们的来宾的产业是什么、那大家也清楚的明白，听到我们的 STAR 呢，在过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产业里面，亏损了多少？4000万。4000万，所以没有4000万不要不要来重估。对，没有4000万真的不要来重估哈、哦。对、所以你看见的真光。对，你要不要来讲这一段？好，我再结论一下哈、就是说没有4000万不要重估，但是跟我们结盟，就是说主耶稣上一次十字架了。我们不必每一个人都要上十字架、我的理念就是我亏了4000万、我希望每一个跟我结盟的人很快就可以赚大钱，赚4000万，不需要亏4000万。对，可能他只需要几万到几十万的资金就可以赚钱，因为我保证跟你买嘛，因为你把所有的失败的经验全部都洗完了。对，啊，我以前种不出菇原因是什么也知道了，是、那些问题失败的经验、包括菇寮垮掉3次，对、这些都是我付出的代价，是大家跟我们结盟汲取我的教训，我会跟你 know how SOP 流程讲得清清楚，照做就一样画虎，你就会成功。对，哇，好棒哦！真的，我觉得农作可以做到 SOP， 还可以做到加盟。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节目里面你并没有提到这个加盟哈，加盟，还有提到这个 SOP。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我们已经7-8个部落，对，然后12月12我要到更深山的苗栗的，是哈、努呼努嘛。教会啊，那个部落讲到讲完，再到大兴部落讲。大兴部落第一次跟我们做，第一批4月开始的那一批，不要讲错了，8月开始那一批，我继续去讲道的时候，顺便看哦，你菇寮设计错误，快点跟他讲一讲遮阴丸要怎么铺弄一弄，2个月后果然就长出来了，哇！所以偶尔还是要去指导他们，远一点我还是愿意去，我就顺便讲到，顺便去指导。听起来你很像我们的餐饮顾问，而且你也把你的农作呢也导入了一个类似一个 ERP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对对对，我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知道有没有说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步骤。对哈，好，我就讲最后一个感人故事哈。在1983年开始，有3个东德的年轻人是。会在莱比锡 St. Nicholas 那个教堂，因为我住过德国6年、所以我德国的事情我都特别关心。是，读经祷告3年后，读到一段以赛亚书讲，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耶和华的亮光要救你们的。是，他们就感觉很震撼，好像神启示他们一个异象，就走上街头，是问东德人你要不要亮光？他说要，就送他一根蜡烛。啊，就这种动作，对，就这样送他蜡烛，就这种动作做了3年。在1989年的11月9号，这个教堂的牧师 Miller 牧师号召全东德人到教堂去做礼拜。然后到了傍晚，每一个人拿根蜡烛，点的蜡烛走上街头。35万东柏林人走上街头，柏林围墙就是这样倒塌的。那天晚上。那老大有样，小弟跟着学样。东欧集团从波兰一直到保加利亚，全部1年之后，全部共产集团全部垮台。又过了1年，苏联的头目啊，戈巴契夫，在1991年的12月25号，宣布辞职下台。大家知道12月25号，耶稣来了。真光来了。黑暗就退去。上帝没有花一颗子弹，就把那庞大的不信神的邪恶政权，从东柏林、东德、东欧到苏联全部摧垮。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听人家讲旧约，我这300人可以打败几万人，我觉得那是神话，怎么可能？但是历史就延到现在，20年前就发生了，而且比圣经所讲的故事更神奇更伟大。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圣诞节的酒杯。前面这个就是莱比锡那个教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章9节。那光是真光。为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背后就是圣诞红。杯垫就是一个莱比锡教堂的内部。对。我在
2012年公司第一次赚到100万美金的时候，那一年刚好柏林大学邀我去参加他们的国际科技管理的国际会议，我代表中小企业讲台湾的中小企业精神，以我的小公司做例子。那这还是一收到邀请信，上帝还感动我用德文讲，因为我住过六年德国嘛。对，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到莱比锡教堂，我就跪在这柱子读经祷，专门祷告三个小时，把所有的蜡烛归卡棒扛回台湾，到各教会点那个蜡烛。因为出发之前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怎么赐福给那三个东德年轻人，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你要赐福给我。Amen。 所以把他带回到各教会去，各团契去点，跟说这个故事。我也要为我们的电台，我们的山西巴西那这个巴西名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说，这个蜡烛的烛火就是从这个教堂来的。愿你们看到这真光的时候，生命更新，生命充满更大的盼望。你也把这亮光带进你的心中，带进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邻舍，因为我们基督徒会福杯满溢，阿门，不靠邻舍都蒙福，阿门。这个送给你了，哇，感谢主，谢谢。所以我也要，对，像那三位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对吗？哈，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圣诞礼物吗？对，还是你所到每一个地方，你就会送给每一个人？我每一个地方讲到11月中到12月底。就讲这个主题，看见真光，我一定会带这个去送教会。哇，感谢主！那等一下你要离开的之前，应该先帮我们点个光吧？好，我们才会有亮光。好，来，我们摄影机，我们来可以拉近一点。这个是我们 Star 刚刚讲的这个莱比锡教堂的这样的一个杯垫，这个是我们的亮光。就是神的真光。我们非常感谢师大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从我们台湾最后一名变成第一名，到57代的奇迹，还有循环经济，以及看见真光。我们最后我们要来欣赏一下我们师大的才艺口琴，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在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就如同Star 跟我们分享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有亮光。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